前五个月都是平的啦。你说敲肚子吗？那我用捏的可以吗？谢晋闪婚张淑蔚手露面，抱怀孕连捏肚子及辟谣。没有要传说怀孕了，我没有要捶肚子，等一下会开酒了。没有要捶肚子，我们改另外一种方式。有被怀疑哈？当然啊，连经纪人都怀疑了啊！第一句话先讲的就是几个月了，对，我想说很棒。他说就是没有，他说我没有，还怪。明明就有，就是非常的我们说是感动到落泪，就像他说的，就蹲下去然后拿出了那个户口然后就想要做求婚的动作。这个几分？这个得几分吗？对，如果以那个期待度的话，他其实算是蛮不在我的期待之内，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期待说会是这样子的效果，但是如果说以他的标准的话，已经算100了。以他的标准，要给他爱的鼓励。他平常就不太做这些事情，是吗？对，他一直说他唯一会做的一件事情就只有开心。你们自己买的房子出租？对，现在是租房子同居。对，因为这样子会比较适合，就是先试试看嘛，然后想说。看适不适合这里环境，然后喜不喜欢这边。因为你如果直接买下去的话，你可能就会不知道说到底适不适合你住啊，或什么。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，就是也像两个人相处在一起的默契，跟房子也是需要有默契。那你们到底是什么 moment？看上了电到，因为一开始没有电到，对不对？真的就是很认真的把工作该做的事情做完。我还记得有一次拍戏的时候。他就跟我一起演一个什么饭店的桥段，然后我印象很深刻，就是他要好像要壁咚我，然后他的手就放在我的头，就是后面就是护着，就是那一次的时候就是有点觉得，即便他在拍戏，他还是很注意到就是我应该要去保护对手这种感觉，然后开始就有觉得好像瞬间电到，对，就哇，就有。